琳达小姐，你知道你这个月的案子多少吗？你好意思跟我说再见啊？Peter 哥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？ No， 你不需要跟我解释，我跟你客户解释的还不够多吗？ Peter 哥，对不起，你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好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这是客户的小孩要准备生日，我们要帮他准备生日礼服。这件案子交给你做哦，3天，我给你3天，你要是做不好的话，你之后就不用来了。你真的阿曼达做多好，那是质感的多么的棒。你在干什么啊？你吃东西有用吗？有用吗？啊！该怎么办才好啊？哥哥啊，你看妈妈今天帮你买了新衣服哦。哇，谢谢妈妈。嗯，刚刚好了。哎，妈，那我旧衣服该怎么办？那就给妹妹咯。好哦。来，耶。还在看，要不只剩一天。